红梅啊，过年什么的，你个小打包的了呢？哎，班长好，你在，等会。喂，都给通知我。喂，喂，做咩事啊？冇嘢，冇嘢。冇嘢，你都讲得出口嘅。喂，而家我有嘢喎。喂，阿旭啊，有咩讲清楚喎？得噶啦。李应七，亲自签字承认，走私贩卖国宝，罪无可恕，无需审判，即时枪决。抓佢！南米杰啊，我冤枉啊！南米杰啊，我冤枉啊！我根本就冇偷睇到国防机密，你哋做人要有啲良知先得噶。系人哋知道我猛噶嘛？你哋居然屈一个盲人，帮佢偷睇国防机密咁？改手续，我同阿陈局长都好熟噶，加唔足佢饮下茶添啊！费事啊，费事啊，费事啊！我老豆就系陈局长，带我，我叫佢杀翻你噶。咩？哥哥，冇啊，冇啊！我咁靓仔，我好想死啊！想杀我铁腿水上漂，我愿意。